没错没错，我觉得我用起来武器怎么都像法式装备。哎，哎呀，我滑鼠灵敏度动不到。对。How many pioneers does it take to capture a point? Is Scott relocating the men? What is our assignment? Pioneer, on your feet, pioneers! Stand fast. 突然觉得买 skin 是有意义的，太爽。因为 skin 现在终于比较有点质感的，比较有质感一点的，终于有那个，终于有感觉，没错。哎，那有点我站，我站，你不就继续往前跑？我跟我往前跑，等一下，我看一下我那个条滑鼠灵敏度那个程式哦。哎，点地图怎么不会有那个虚线呢？以前不是都连点吗？对啊。以前不是下连续指令不是会有那个虚线吗？有啊，我小地图还有呢。啊，靠北啊，不是啊，我点错颜色了，我怎么还是点绿色？没事没事没事，误会一场。然后那台车还是很恶心啊，那个没有改啊。超速啊！英狗，英狗没错。哦，英狗，还是那么的。Our cover is complete. Fire laid as instructed. Get back to work. Take his position and fight. We can set up another building. Your territory. 他连装甲都没有稍微紧之类的。都没有，他完全没动。哦哟。好吧，看来真的是很想让那英国前期很有大优势，然后他妈后期配一个马蒂尔达干。What do you need of us? Quickly build some cover.上路点火。那我要回下路了。下路人有点多。妈耶！我的灵魂。The enemy has claimed our sector. The enemy has taken a victory point. 我中路有点震一个。Come on! Getting there as fast as we can. We're on the front line. Installing an infantry officer. You need them. Pioneers will get there.东西能不能放尊重点呢？我的迫击炮被抓了。那我的车也从另一边过来。Territory lost， 人太多了。我这边下破炮了。嗯 ，OK。附近有机会。好吧，太硬，没机会。就想要搬走。你看，打得赢。快打不赢要撤哦！对对，没错没错，我要跑了，我跑了。玩过头了。I suppose you have need of us. Comply those fucking cavalry. SMG team is here. What do you want? What is our assignment? Call in support. Commandante, we have no choice. I suppose you have need of us. Very good. Weapon team, smash down. Infantry taking heavy losses. Alarm. Sector overrun. Keep your orders. MG 42.艾薇，我会出医疗运兵车放前线。哦，我会上八轮。We gotta get
那我就先走右边那条线好了，我先让那个我的运兵车可以回修车。Okay. 嗯。Veteran group ability unlocked. Stand around. I'm relocating the men. Denver, over. You need us? Bring up the yeah, 炸掉了！哈哈。Victory point lost. HMG, MG42, that's enemy infantry firing on us. I'm reloading. And relocating.Yeah. While we can, we're off to work. Alarm! All victory points are under enemy control. 等你机枪，boys, boys. Not a suicide mission. Is there? What is your order? Loading in. Moving on location.Can be any worse than 不能我存另一个好了， Go! 我不用巴伦了，他诶、欸、不对。对，算了，我存另一个好了，我不用巴伦，我用那个短管，短管那个四三组。I need by example. Infantry with the skirmish rifle. What's around? Take shelter. The ability is ready. Bastards have secured our territory from us. Leading by example. 哦，我炸掉他，我炸掉他。They can reach us. 不用闪，不用闪，我会炸掉他，我会炸掉他。他最后就抛不是，哦，不是，我躲什么蛋呢？反正叫我不要闪，靠呗。我就想着怪怪的，我是在躲手榴弹。叫我不要死。那个 PG 的这个技能好用。三秒增加射速跟爆发时长，知道没的？我掩体的时候超强。把那个一只工兵射死、嗯、那个枪我捡吧，我有运兵车。装好枪。装好医疗枪。下烟，下个烟就可以贴人了。我直接炸他。他血够低，我就能直接用那个手榴弹捅掉。旁边我可以打了，我来了。哎、欸，有点。哦，好，没关系，下一发炸掉他。我这边打的优势。Advanced weaponry will soon be available. On your feet, pioneers. Right there. MG42 and crew ready. Don't stop until I say so. Die on my heels. Follow. What is your order?你再用工兵不利了，我先撤了。我运兵车就放这了。好的，这边防线已经被我们拉起来了，我觉得应该有分。我的迫击炮就转中了。下面拉个堡，拉个机枪。对，现在北非的摩托车是不能那个的，倒车的，倒车，但是很强，就即使他不倒车，但是很强，这还是很强，还是要改强。要他改强，他有改强。
他只是被改掉那个而已，他只是不能倒车而已，但是他有被改成。就是控，就是在比那个老司机驾车技术。我晕晕车去一下中路，看到有一坨海防残血。我晕晕车放正。烂炮兵。然后北非那105炮现在也可以打步兵了。北非嗯，哦，他可以自动射击。对对对，他现在射击很准，像射击跟鬼一样。中路我下烟了。小心这里有人经过。上技能还瞬间死掉，感觉 PG 超强，这技能超强。现在需要爆室吗？你赶快出吧，现在海战车。OK。我感那个吉普车瞬间爆掉，感觉脾气好强。他是技能只有三秒，哦，每三秒，他是每三秒，他总共他是会持续递减，然后递减到只剩50%伤害。每三秒是递减，那就他启动的时候是100%，直接加100%伤害，然后每三秒会降10%，然后降回50%。它效果就是，所以说这样看，没有吗？不是吗？它是地震吧？不是地震吧？对吗？哇，那就是我记错了。我想到这个开了100%，好像有一点强哎。别炸了！我的晕车现在是可以修车的。中间新等车走了，然后再炸。对了，我
都没有，我都忘记来试那个撤离点了。盖点盖点。中间下面有一坨，还烧三模，有人的六管被炸飞了。没关系，没关系，待会再派我的运兵车警告。等一下，那个是抛弃式六管火箭。这个前线撤离点150元，蛮便宜的。对，再改。哦，这是哪一个？没有，全部人都可以用吗？那个撤离点全部都可以用。不是，我说是怎么盖？没有，就是你盖那个能力点啊，盖那个资源储藏，然后再升级就好了，点那个。哦，他现在可以升级了。用弹药不够。SG 中间先准备，我感觉比较糟糕。大佬猖狂，我等下去冲一波。运兵车来帮你救车。OK。帮你们一起救车。看这运兵车修车真的好玩。确实。他也不像那个二代有动画这样跑人出来的，就直接开始修。哦，丘吉尔。第二台哦，这是第二台出去。哦，帮你们增加视野了，看到没？这么多恶心的东西，我现在炸不了，你要小心死哦，你要小心。真是 buff 进脑梦。哎，你车修好了，修好差不多了。下面去抓一下那个反人。那你开枪。Our adversary is down to 250 points now.A T 杠刚移走，他的那个坦克就过来了。来，要不切中路？啊，好兵啊！啊，算了。后面。啊！我运兵车爆了！
我下多关了。好的，可是他再给你大家全死。那走吧，暴尸们。帮你往前打包，举手手。别跑，休息了。但还有一台休息了，好多台休息了。他两台。他那里有，哦，他有阿丘，打掉一台，打掉一台。没有，是十七磅一般的十七磅子阿丘。有烟，有烟，你就可以丢烟，你就可以丢烟。没有，我 CD 直接27秒，用过了。哦，走，哎，但我逃走了。可以，暴尸有感。哎，暴尸也有改吗？没有改，我是说暴尸有感。我说我今天的暴尸很有感觉，没有像平常那样子很衰小。啊，我新的运兵车正在生产。我觉得我应该盖那个维修站。确实。话说有人知道维修站跟那个比哪一个比较强吗？维修站跟那个车比哪一个比较强，有人知道吗？我不知道。有人做这样，我觉得差不多。你这边我下多管了，帮我 hold 着。这边有运兵车可以去了。还有在炸，在炸啊！新车，哦吼，我差一点。还敢反击啊！还敢来？哎，打到但残血，看。对，刚刚那一发跳弹，不然他已经死了。有十七磅哦，小心哦。又是一个。哦，我有带那个。我这边带下一个多管。OK。哎，这有黄蜂吗？我。没关系啊，算了算了，没关系啊，都到这个时候了，不需要那个东西。卡住了，哦，就可以。大人爽，我天哪！哇靠，太准了吧！啊，直接命中。等一下，所有的 BOSS 可以从侧面绕一下，打一波。先去把侧面的道路清了。欸，像暴风兵升 STG 是不是不知道有没有比较强？那有改吗？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只蹲坑的能力厉害一点吧。
推这一波一个点，一个新点都没拿。我把一台二五一站在，我把一台221站在圣地点上面卡住。哎、欸，哦，这也可以站点哦，现在可以站点。他那个装甲突破有感。哦。不过他下面也没拿，然后他下面应该是拿不了。对排名的那个。哇操！我这边是绞肉机耶。确实。感觉得出来。